那么绕过了绿水，前面偏翔交通转运站，也就祈求一路平安顺利。左边的半山腰有尊汉白玉观音菩萨，而跟着转过来，这里就是我们早期公车会从台中绕过合欢山到天祥，再换乘往花莲的公车，或者花莲到了天祥，再换乘绕过合欢山去台中的国光号跟金马号。只是搭乘的人太少，这公车也就只剩下花莲往天祥这里。那么交通转运站人车聚集，小吃摊的生意也跟着热闹。而我们考量到环境卫生，也就往青年活动中心顺着坡道上去，他们的大厅有提供免费的 WiFi， 如果需要上网 SMC 跟 CYC 这两个账号都不用密码。我们用餐的餐厅在地下室，收不到讯号，我觉得这样也好，就专心吃饭。吃过饭如果有需要使用无线网路的话，再到大厅过来，这里也就有上网的讯号了。那么停车隔在外面，稍等一下，我掉个头就准备往餐厅吃饭去了。